案芝麻开门，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密码探索之旅。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芝麻哥哥和探索小队的成员们走进了神奇的化石森林，完成了一次古生物王国之旅。恐龙以及它的同时代的动植物到底什么样呢？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化石，把这些古生物活灵活现地重现了出来。远古的记忆并没有遗失，它们化身为一块块的化石，在我们的身边讲述着遥远的故事。而今天的主角呢，离我们很近哦，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衣食住行和它们都密切相关。仙狐植物密码挑战马上开始。大家好，我是芝麻，注意看我身边的环境是不是很美呢？湖光山色，绿树掩映。想想看，如果我的周围没有这么多物种的植物，哇，环境就会变得很单调了，对吧？作为深圳市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植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与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一直啊就努力的在研究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保护我们的植物物种。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国家森林城市，还有世界美丽花城。科学家们都一直在努力，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究竟谁会来到仙湖植物园跟我们一起探索呢？密码大挑战，有请小伙伴。学习很紧张，但是我也会抽空给家里人做一些好吃的。真香。大家好，我叫吴迪，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在学校我是老师的好学生，是同学的好朋友。在社区我是积极的小义工，在家我是妈妈的小帮手。今天我有幸参加芝麻开门节目的录制，相信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能让我收获到在学校里收获不到的东西。大家好，我叫夏欣，我今年12岁，我是个善解人意动静皆宜的小姑娘。我喜欢绘画、读书、古诗词以及手工制作。我最喜爱植物和小动物，而这次芝麻开门栏目组织的活动刚好与我的爱好相吻合。我希望在这次节目中锻炼自己，增长见识。正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热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满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做之前呢，我还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探索小队啊要完成
四关的挑战任务。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要及时的搜索记录相关的数字，并根据线索找出一个四位数的密码。只有密码正确，才能够开启我们的密码装置，得到下一关的任务。另外，你们找到密码只有三次的输入机会，如果都不正确，将无法得到下一关的任务，也就意味着你们的挑战任务失败。好了，请你们找到一棵独木成林的树，拿着第一张任务卡的人呢，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们了。卡在我手里，谁拿了？我。看任务是什么？完成一次定向任务。今天我们是植物定向，这里有五种植物：凤凰木、红木棉，都是乔木，至少是3米到10米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有时要抬头看才能看得见。反而像朱椒，然后像烟火树呢，一般就是比较低矮的，它是草本或者灌木。就跟你们的个头差不多，红花羊蹄甲远远就能看得见了。我们会有专门的植物定向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就是仙湖的定向地图。首先你们要确定你们所站的位置，就是这个独木成林的高山榕的位置，这已经标得非常清晰了。那我还会给你们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指北针。如果你要找一个点的话，首先连接你的起点，然后例如你下一个点是1号，对吧？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点连起来，转动整个地图，让这个红色的北极和我们地图上上北下南垂直的话，看前面那个箭头，这个箭头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的方向。哦，对，然后就往这个小方向跑，就能找到你们的植物了。在每个植物旁边，我们会有一个宝箱，这个宝箱就会有对应的植物的内容，然后会给你们一个钥匙，你们要打开宝箱，找到里边的问题，然后回答出答案，这一关才算通过。哇，有点复杂是吧？我们的限时五种植物是30分钟内要找到。教练，请把宝箱交给我，我帮你拿着啊！赶紧训练好，第一步要去哪儿，然后我们就计时开始。先找哪个？留一下，这边一个1号。对，过完桥之后的右手边，对不对？哦，我知道。在哪边？好，跟教练一起出发。出发！加油，30分钟啊，30分钟，加油！哎，找到了！钥匙在这儿。哎，妈妈，快！找到，把问题交给我。来，凤凰木开花的时间是有3个选择：夏天、春天和秋天。是夏天。对，凤凰木是夏天开的。这个是1号点，这个是2号点。然后把这两个连起来，我那边转。好，垂直的，那箭头的方向就是在那边，这是我们的目标。注意方向啊！我在那边，那边。它是红色的宝箱，也是红色的。你们俩找那边。哎，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哇塞！哇！对，把宝箱找到。开了，看问题。请列举一下你们生活中见过的3种彩色叶片的植物。对，枫叶。银杏叶。银杏叶是变金黄色的，没错。还差一种，来再想想。或者你们吃过的蔬菜也行。红蜜菜算吗？算。冬天北京香山的红叶，还有黄芦，都是那个彩色的。那我们看第三关，确定了吗？确定了。出发。好，走。留意一下。哎，等一下。
木棉是广州市的市花，它也叫英雄花。嗯，那我的问题就是，深圳市的市花是什么？乐渡鹃。非常棒，好，下一关，注意它是灌木，不会太高。嗯，好漂亮。哇，好漂亮！烟火是开起来一簇一簇的，就像节日焰火，烟火啊，喷出来。老师，问题。烟火树它的花期特别长，有三个选择，它的花期可以长达4个月、5个月还是6个月？6个月。恭喜你们，下一个植物来。芒果，芒果。哇！发现我意味着你们找到了什么？红花洋蹄甲。宝箱。天哪！宝箱在哪儿？这儿。赶紧打开宝箱。好，把问题卡拿过来。老师，好，来，红花洋蹄甲又叫洋紫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那么，它跟紫荆是同一种植物吗？是吧？是。那红花洋蹄甲是什么科什么属的？豆科。羊蹄属，羊蹄甲属。对，恭喜你们通关了。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猜密码。哎，它有五种植物，是不是第一个属？对，是五。对，然后灌木呢有。啊，乔木的是乔木是3种，然后这个是2种，532。凤凰木和红花洋蹄甲是豆科的，珠江是龙舌兰，木棉是木棉科，然后这个就烟火树是马鞭草科，有4种科，4种科对不对？4种科，你们觉得这4个数字能不能作为这关的密码？能，可以是吧？决定试一下是吗？是。好，看那边，小师姐姐，我们认为。第一关任务的通关密码是5324，对吗？5324，哇，正确！祝贺我们的小队员们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任务。密码装置开启之后显示的线索呢，是一张照片。这个人啊，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们。这个故事呢，大概是发生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这个小岛的居民呢，发现他们的岛呢越来越小了，已经没办法居住了。如果我们是这个岛上的居民，那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要生存下去？嗯。大概需要，获得一些什么资源呢？首先要搭房子，就要食物和水。衣服有食物。然后还有一个落脚点，这个是我们说的衣食住。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大家看一下吧。哎呀，别抢，别抢！看一下啊，拿出来读一下。完成一次植物资源探索。棕榈区呢，它有很多种棕榈科植物。我们大家一人发一张卡，看一下。每一张卡上面的有一种植物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我们衣服是拿纤维织的，是不是？嗯，对，它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那种也是纤维。对，这个纤维更多，是不是？对，这个叫做苦葵。吃的是在哪？这。对，哪一种果子比较大，看起来比较美味？椰子。这一张的话，是我们住选一个可以搭房顶的植物，叶子比较大。对，然后又有那个根又。就是霸王棕。好，爬山需要翻山越岭的话，我们要拐杖。这里的话，哪一种植物它比较适合做拐杖呢？我觉得这种，衣食住行4种植物，如果都找到的话，我们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吗？老师？那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完成一份植物资源报告。我建议大家是拿图画的形式把它给画出来。哦，画画行吗？行。做好准备了吗？嗯，做好。衣食住行，植物资源，跟老师去寻找吧，好不好？好。走，我们出发。好，大家看，这个就是棕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茎干呢，粗细刚刚好，大家可以来掰掰它，它非常的韧。那么像这种材料的话呢，是我们生活中最理想的一种木材。那么像这个棕竹的话，一棵小苗长出来3年以后，它就可以用了。如果我们把它剪掉以后呢，它又可以在旁边长一个出来。大概一个棕竹成熟的时间3年左右。好，都记住了吗？记住了。那我们走吧。走。走。这个树叫做霸王棕，那么大家猜一下它是从哪来的？阿根廷、墨西哥。它是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来的，它最高呢可以长到15。刚刚说这个植物是可以拿来干嘛？做屋顶、盖房顶。对，
我们做屋顶的话呢，是要非常坚硬而且非常大的材料，这样子才可以遮风挡雨。那么它的叶片呢非常的硬，而且叶片很多的纹路可以把水给排掉。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树，在图上面能不能找到刚才咱们的资源图里哪个椰子椰树吧？对，椰树。那么我们这里刚刚好有一个去了皮的椰子，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椰子呢整个是它的种子，放一下看一下里面水，是不是满满的水？这个水呢是直接可以喝的。一二，哦，看到没有水？哇，小心。对，哇，全都是水。对啊，还有椰肉，还有椰肉，看到没有？哇，这个就是可以吃的，它有糖还有蛋白质。那我们到了一个荒岛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吃这个，暂时充充饥，是不是？既能吃又能喝，对吧？解决了一天的生活哈。那你看，如果说我们在海滩的话，那这个椰树这么高，我们怎么把它摘下来啊？那就要大家练习爬树了，是不是？爬过去给它摘下来啊。这个椰子打开之后，能流出多少椰汁来？如果是像那么大的果实的话呢，它可以有个500-600毫升。500-600毫升就是一斤。如果是我们在一个海岛上没有找到淡水的资源的话，我们就可以暂时喝这个水。刮台风，那里的那些椰树都会左右摇摆，那这个椰树会不会倒塌？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棕榈科植物呢，它跟我们其他的树木不一样，它的茎秆刚刚说的棕竹非常有韧性，而且它的叶子像羽毛一样，那么它风一吹的话呢，它会顺着风飘，而且它的茎秆甚至可以弯到90度都不折断。这我们还缺什么？蜥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找蒲葵。对，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植物，有大大的叶子。这个，刚刚我们在土里面有没有见到这种植物呢？有啊，哦，这个，对，它是叫什么名字啊？蒲葵。大家看一下这个树的什么地方可以拿来做衣服呢？这个，好多纤维啊。对，这个是它的叶鞘纤维，其实它是拿这个来做衣服的。哎，我们这里有一块大块的，我们把它吃了。哇，好大呀！大家摸一摸它，是不是还是比较软的？哇，哎，怎么样？可以吧？那么有了这些纤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纤维抽出来，捻成线，然后织成布。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衣服了。这像一颗蒲葵有多少这种纤维？你看。它每一个叶的叶鞘呢，它里面都会包着，所以呢，茎干有多长，它就可以产多少。那像这种树，它的寿命是多长呢？哎，这里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的棕榈科植物呢，它其实分两种，有一种植物呢，它是每年会开花结果；另外一类呢，很多年以后开一次花，这个植物就死了。那么蒲葵呢，是属于第一种，它会每年开花，每年结果，但是每年还会生长，所以它的寿命还是挺长的。衣食住行。其实棕榈科的植物可以服务很多很多的方面，对吧？不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四株植物，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的植物资源报告怎么样啦？不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呢，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在荒岛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种的植物。首先，棕竹叶子像巴掌，而茎像竹子一样，一般一棵棕竹长成了3年就可以再继续用了。棕竹我们一般就是用的建材或者做拐杖。接下来这个叫霸王棕，那霸王棕呢产自马达加斯加，它喜欢长在干燥的地方，不喜欢太湿热的地方，叶子非常的大，非常的坚硬，就可以去做屋顶。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椰子，就是我们的食物。那椰子它这个果实还有糖，它的汁水一般就是在50-600毫升左右。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就可以吃椰子。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蒲葵我们可以做的衣服。好，现在衣食住行问题都解决了，植物资源报告也已经写出来了，接下来猜密码，不猜密码过不了关。首先四种资源衣食住行肯定是有的，对，然后它是一个生活在热带，一个生活在亚热带，对，第二个是二。老师，他们会不会地区上有没有什么？我们有几大洲啊？五大，七大洲，七大洲里面的话，热带、亚热带的大洲是哪几个呢？非洲、北美、北美洲、南美洲、亚洲、
还有大洋洲，大洋洲，欧洲呢？是温带，没有。欧洲，南极洲有没有？没有，没有，肯定没有，都没有植被了，这太冷了。四二五，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什么？想想看，他们还有什么特点？刚刚说到蒲葵，它是一年开一次花。有两种，一种是一辈子才开一次花，结一次果的，还有一种是每年都开花结果。那会不会是两种？那就是二。4252。确定？确定。好，小诗姐姐，4252，对吗？4252。答对了，你们得到的线索呢，仍然是一张照片，蝴蝶，大树，两朵兰花，这是四顶头饰，它们和下一关的任务有什么关系啊？告诉你们。线索就在你们身边的老师那里去找到吧。全新的最野假期，丝路的发现之旅，最好客的主人，最迷人的风景，发现过去，感受现在，畅想未来，精彩奇遇都在等你，还不报名最野假期？花在老师这儿。哇，这个头饰。啊，女生拿小花朵。哎，然后这个蝴蝶给你别上。小蝴蝶。还有一棵大树。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蝶谷幽兰的地方，只要大家带着这些头饰到了蝶谷幽兰，就有老师在那里等你们了。好，带着头饰，表明我们的身份，到蝶谷幽兰就会有跟我们接头的老师。出发，走。蝶谷幽兰，老师再见。再见。欢迎来到我们仙湖植物园的蝶谷幽兰。兰花植物它的种类有25000种，全世界的兰花加起来的数量是哺乳动物数量的4倍，它是鸟类的2倍，占全地球上的开花植物的1/4的数量。4朵花之中就有1朵是兰花。为什么兰花会有这么多呢？这个跟它的生存策略很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兰花的结构。我们这里准备了1朵花，外面这一轮呢是兰花的花托，花托就是保护花的。玫瑰花的话，它的花托是什么颜色？绿色、那为什么兰花的花托它跟花瓣的颜色一样呢？要是花托长成花瓣那么样子的话，我们一看是不是整朵都是花？昆虫一看也会觉得很显眼。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最下面这个花瓣，是不是长得很特别？不管是颜色还有它的形状，跟其他花瓣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们称它为唇瓣，它不仅吸引昆虫来，而且还为昆虫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兰花它还有个小舌头，这个是兰花特有的，它的名称叫做蕊喙，它是粘液性的一个物质。兰花的花粉呢，它就在这个地方。小昆虫来到这里去吸花蜜的时候，它会把小舌头蹭一下，触碰到的时候就在它身上涂了一层胶水，花粉就会粘在上面。昆虫吸完这个花蜜飞到其他朵花的时候呢，又会把这个花粉粘在其他花的柱头上面，这就完成了一个传粉。这种特殊的构造就使得兰花可以在这地球上存活8000万年，而且数量这么多。很多花朵都会为传粉者提供一些花蜜，还有那个芳香油，吸引他们过来。但是呢，有些兰花它是没有这些的，它又不香又没有花蜜，它怎么办呢？它还使用了骗术。骗术？骗术？Thank you.
知识和智慧呀。对了，所有的植物都很有智慧，所以它才能一直生存下来。老师，那我们的任务卡怎么办呀？我们任务卡呢，就在这个小范围内，在一株有着蝴蝶的兰花的那个地方，你们找一下。找一下，我们大家分头找吧。我去那边。哎，我找到了。这我，这我，这我。演出一部关于兰花传粉的自然短剧。大家好，我是一棵美丽的帅气的大树，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美丽的兰花，还有一个美丽的兰花，一个可以散发出迷人的香气，一个拥有着像蝴蝶一样的色彩，他们两个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瞧，来了一只小蝴蝶。我是一个小小小蝴蝶，哦，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花朵，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小蝴蝶继续寻找着它的花。哇，这不是我的同类吗？它怎么长得那么美啊？我一定要好好跟它交流交流。它靠近了这只兰花，兰花趁它不注意，把它的花粉交给了这只小蝴蝶。我要继续寻觅。哎，是哪里传过来的香气？真是沁人肺腑啊！哇，我一定要和你好好的相处相处。耶！谢谢大家。看明白了，现在我们来举手表决啊！认为这个节目演得很成功的，让我们看懂了的，我们很喜欢的，请举手。好，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我们的四位队员，我来了啊！这关任务当中，密码应该是什么？八千万，这是八八。然后他又繁衍了25000多万，25000多种，是八五八二五。那为什么能繁衍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跳舞兰，对，它没有花蜜，但是它可以长成有花蜜，成别的有花蜜的花，然后吸引。还有一种就是花梅，对，花梅的，喜欢梅，还有豆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兜，蜂花颜色跟那个水蜜蜂一样的颜色，就是引水蜜蜂过来。八二五六，确定了。八二五六，确定。好，来，小时姐姐，我们认为这关的密码应该是八。五六，对吗？八二五六，漂亮，答对了。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最后一个任务了。线索是什么呢？看到了吗？就是一张照片，有很多蝴蝶的标本。找到这个地方，最后一关的任务卡就在那里等着你们啦。欢迎你们来我们的实验室。那得到任务卡呢，你们必须先从这边过关过去。要了解一些关于蝴蝶的事儿，对不对？这个你们都见过吧？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形态是差别很大的，从卵幼虫蛹到成虫。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真的标本啊。这一盒呢都是凤蝶，有没有你们熟悉的？这个柑橘凤蝶就是在橘子啊、柠檬啊树上会经常能看到，属于害虫的一种。因为它的幼虫会吃那个柑橘的叶片。凤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有这个尾冲，看它的侧面呢是可以直接看到腹部的。这一盒就是粉蝶，粉蝶呢它一般都是黄色、橙色或者白色，体型属于中小型。接下来看这三盒全都是蛱蝶科，蛱蝶包括了原来的很多像眼蝶啊、斑蝶啊。蛱蝶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前足是退化的，看起来像有刺条。另外这一盒呢，龟蝶的是蝴蝶里面好小，对，最小的一个类群。它的触角啊通常都有一个一个的白色的小圈，后翅上会有像尾巴一样的尾突，尾光从它的头部
所以有的鸟呢看上去以为它的尾巴就是它的头，我们就下来啄它的尾巴，这样蝴蝶就可以逃走。这一盒呢就是弄蝶，它有很多特征都像蛾子，譬如说你看它身体胖胖的，对，很多毛，喜欢天稍微黑一点的时候出来。这五颗蝴蝶的特征你们有没有记清楚啊？有。好，老师这里呢有一盒昆虫，你们首先呢就是要把蝴蝶跟蛾子区分开，这两个都是蛾子，丝状的触角，蝴蝶是棒状的。这个是蛾子，这是蛾子，然后这个是蝴蝶，然后现在就比较难了，你们要从蝴蝶里面把蛱蝶挑出来。这个是吗？前这个是蛱蝶，对对对。好，现在你们已经把蛱蝶找出来了，有没有看到你们的任务卡在哪里？哦，那里，这里啊，就在这儿，得来什么费功夫啊。好，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搭建一个给蝴蝶宝宝住的小屋。请大家先看一下我手里这个蝴蝶小屋。自然界当中的蝴蝶呢，其实它会在我们的树上产卵，这个其实是咱们人为给它创造的一个条件。那蝴蝶会住在这个蝴蝶小屋里面吗？我们看起来就觉得这个蝴蝶小屋跟咱们就是现实当中的那个产卵的树是不是非常不一样？嗯。但是呢，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待在叶子底下，是不是会感觉比平常的这些环境当中会稍微的暗一些。嗯，那么咱们塞了这么多像水台啊，像咱们报纸在里面，也可以给它创造一个相对比较阴暗的环境。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材料吧。水台报纸塑料管木棍还有这根绳。大家再想想，咱们那蝴蝶是在哪儿产卵的？是在树叶底下。对，叶子底下。那咱们通过这个绳子可以把它挂在树上。对，没错啦，就是通过这个绳子可以把它挂在树上。那管子呢，我们给它搭建就是类似于咱们的房子需要一个骨架。那么蝴蝶的这个小屋呢，咱们也给它搭一个骨架，然后就是用咱们的这个棍子和一个网纸。然后呢，那这些就是我们填的一些报纸，因为想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加自然一些，于是我们就在上面呢加了一些水苔。那小朋友们如果真的自己在家里面没有水苔的话呢，拿一些干草啊、枯枝啊什么的往上填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废弃物都复活了，咱们是不是用这些平时看得不起眼的东西来给蝴蝶搭建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子呢？嗯，好吧。好，有没有信心？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开始吧。会在这边居住的。耶！哇，这关任务就算完成了，对不对？嗯。这关任务啊，咱们搭建了蝴蝶宝宝小屋，我还了解了很多和蝴蝶有关的知识，对吧？嗯，对。比如说，你看有几种蝴蝶呀？蛱蝶、粉蝶、灰蝶、弄蝶、凤蝶，五种，对吧？五种。还有什么数字？先是那个幼虫，先是卵，毛毛虫。然后蝶蛹，然后蝴蝶，四种形态。嗯，然后还有什么数字？我们搭建蝴蝶宝宝的小屋子有几种材料？报纸，1、2、3、4、5、6、7、8。好，第三个数字多少？八。什么呀？八种材料，对吧？那还有第四个数字呢？八个流程。哪八个流程？首先是拿一个盆儿，第二步是打结。好，第二步打结。第三步咱们拿了这些管子，然后到瓦楞纸上。然后第四步是把它卷起来。第五步是放进去。第六步就是塞报纸。第七步是放水。第七步是把它大概放到是四分之三的位置。最后一步呢就是放水台，把水台放到上面。嗯、对了，没错。哦、那八个流程，5、4、8。确定吗？确定。咱问一下小石姐姐好不好？好，看那儿。小石姐姐，我们认为今天最后一个任务的密码是5、4、8，对吗？五、四。
和所有的小队员们闯关成功。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四位小队员顺利地破解了四组密码，闯关成功。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任务的完成，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植物，它们各怀绝技，千姿百态，从古至今源源不断地为动物和人类提供着食物、居所、新鲜的空气以及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原材料。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懂得珍惜爱护植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